中,中圣经学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信之，非常高兴今天一起跟各位来看真言课程。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真言第一课，内容是智慧文学当中的真言。犹太人把他们的希伯来圣经分成三大部分，这个希伯来圣经就是我们一般基督徒统称的旧约圣经。 犹太人将他们的希伯来圣经分成妥拉、先知书还有圣卷这三大部分，他们统称为塔纳克。而我们基督徒把这些用希伯来文写作的旧约经卷，一般统称为所谓的旧约圣经。主要我们把它分成四大部分，分别是五经、旧约历史书。 《大小先知书》以及《诗歌智慧书》，在我们介绍的这个箴言当中，这一卷书是被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归类在圣卷里头，而被我们基督教归类在旧约圣经的《诗歌智慧书》里头。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从它的文学题材跟性质做一个细分。 那么，《箴言》、《约伯记》跟《传道书》都是被列在智慧书当中。智慧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头一共出现三百一十八次，有一百八十三次是出现在《约伯记》、《箴言》、《传道书》。呃，刚刚老师也提到啊，这三卷书我们一般把它称作所谓的智慧书卷，其中《约伯记》。 他以苦难的奥秘来启示所谓的智慧，而传道书是以人生百态来小喻智慧。智云真言呢，是用许多精彩、简短、活泼、生动的格言来告诉我们有关于待人处事的智慧。这三卷智慧文学有一个共同的神学主题，在你在研读的时候会不断的反复。 啊、呃，去注意到，甚至是发现，他会反复的来出现，那就是敬畏上帝。智慧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呃，它不是单单指一个人很会读书、考试考得很好、拥有很棒的高学历那种智慧。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智慧可以是指一个人拥有所谓的专业技能。 比如说呢，《出埃及记》三十五章，它记载雅和利亚伯跟比萨列，他们被上帝的灵充满，以至于他们拥有奇巧之功，可以来制作会幕。智慧呢，又可以指行政管理的才能。例如，《历代至上》二十二章十二节，那里记载大卫王他为他的儿子所罗门祝福祷告。 他求上帝要赐给他的儿子有智慧聪明来治理以色列国。智慧呢，又可以指一个人具备属灵的洞察力。所以《列王记下》上三章二十八节，呃，那里提到百姓们看到所罗门王去断案，他们就心生敬畏，因为他们看出这个所罗门王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 这种智慧呢，能让所罗门王在面对一个非常棘手、在人看来是一个罗生门的事件当中，他非常具有洞察力、判断力，充满智慧的来断绝这个案件。有时候，智慧也会被用来形容一个人，他已经年高得少，他充满了许多的人生历练。 以至于他从他一生当中的经验里头学到了丰富的智慧，比如说《约伯记》十二章十二节，那里的经文提到：“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要使人得智慧，其实是箴言的写作目的。上帝乐云看到人更多的拥有智慧，特别是待人处事方面的智慧。 我们如果按多处经文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圣经当中，每一次提到关于智慧的教导，往往跟上帝是有关联的。怎么说呢？像箴言三章十九节，那里提到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立天。九章十节也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 便有聪明，智慧某个方面也是一种在灵性上的操练。比如说，《箴言》十五章三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也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愿意带着一个柔和的态度来学习，他也会满得在智慧方面的充满。 所以，智慧也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呃，在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训诲这个字可以翻成指导或者是训练，也就是获得智慧的操练，就是学习不断的敬畏上帝，以谦卑的态度在敬畏上帝的学习当中，上帝必定会赐恩我们，让我们更得智慧。 当然，这种智慧的层次不会只是停留在灵性上而已。上帝是乐云祝福我们的灵性，也包括乐云祝福我们的生命。年纪越长，越能够活出智慧的风采。所以，这种智慧也会转化成一种生命上的智慧，使我们知道如何按着上帝的心意处事为人，使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得着祝福。 至于智慧文学哪个时候发源呢？我们很难明定一个时间表啊。呃，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智慧文学是所谓近东文化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间受到不同地域的影响，产生了丰富的智慧文学。呃，所谓的近东就是差不多在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埃及，当然也包括以色列在内，还有美索不达米亚这一块地区啊。 啊、呃，这个地区相当于在这个圣经时期，啊、呃，这个我们所知道有关于巴比伦的那块区域啊，在今天相当于伊拉克呃的那个地方，智慧文学的起源其实跟政治还有社会因素是有关的。当时有所谓的智慧人啊、呃，他们被兴起，他们主要扮演的是教化跟辅佐王公贵族的工作，呃，这些。 智慧人他们的兴起是为了帮助国家公务人员在行政跟管理上更有智慧，呃，一直到近东地区慢慢的开始受到了希腊罗马时期文化的影响啊，呃，在这个影响当中，道德啊、呃，包括两性之间很多的关系哦，开始逐渐的败坏，在那个时候，人开始轻看所谓的处世智慧文学。 以至于智慧文学才慢慢的视为智慧这个字啊，我们刚刚提到，它可以指一个人拥有所谓的专业技能啊，所以在这个晋东文化里面呢、啊，并不是指读书好的人才是有智慧，他拥有一技之长，其实也是智慧的象征。在另外一方面呢，啊，智慧也可以指特殊的阶级，像是文士、顾问、官员、作家。 老师等等啊，这一类的人也可以被称作是智慧人。那智慧人一开始在以色列呢，多半是由官员跟文士来担任。他们稍后出现在犹大宫廷以及贵族学校里面，这意味着这些智慧人是被委任来装备一些年轻人，使他们能够更加的升任接下来的官僚体制系统。 甚至这些智慧人也会提出一些智慧的言语来提醒、帮助当时的商人，并且导正一些为官者的作为。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原来智慧人是一种职分，就像我刚刚所提到，像老师、呃，或者是作家、顾问、官员一样，原来他是一个职分。传道书十二章九节提到，传道者应有智慧。 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刚刚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有智慧”这几个字是把形容词当名词来用啊。其实它原本的意思指的是所谓的传道者是一个智慧人，也就是他是一个智者。这一位智者的工作是在教导人知识，着良。 细查并且整理许许多多的箴言，为要好好的来帮助人。在耶利米的时代，我们知道他是南国犹大时期的先知啊，也是南国犹大快灭亡之前了、啊，上帝所兴起的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呃，耶利米时代的智慧人跟先知还有祭司是并列的。 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来看耶利米书十八章十八节的经文，那里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来讲律法，有智慧人来帮我们设谋略，先知呢是来说预言，都不会断绝。我们何必需要耶利米呢？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来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这是耶利米书里面的记载。 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五十七节也提到，那里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还有智慧人、省长、副省长跟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行起。”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因为他们排斥从上帝而来的先知，来规范他们，提醒他们，教导他们。 他们自以为是，认为我们当中有祭司，有那些打着上帝名号讲一些让我们耳朵舒服的话的那些假先知，还有一些智慧人帮我们设谋略。我们根本不需要耶利米这一位先知，以至于后来万军之耶和华必须要透过耶利米来对当时的南国犹大百姓提出一些警告，当然也包括对那个自视。 自己拥有丰富智慧传统的巴比伦提出警告，近东地区的以东，也就是差不多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约旦王国啊、呃，版图差不多这个位置哈、啊，在古代的时候也是盛产所谓的智慧人，他们以拥有丰盛的智慧资产为荣，呃，但非常可惜的是，这种智慧啊，跟圣经里头所提到的智慧文学是不相干的、啊。 为什么呢？圣经里头提到的智慧有一个重要的源头，那就是敬畏耶和华上帝。而当时的以东人所自恃的智慧，在那个智慧的源头上帝面前是无法长存的。所以耶利米书四十九章七节怎么说呢？他说：“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 他们的智慧尽都归于无有吗？那是对他们的一个嘲讽，因为地上的人再怎么有智慧，怎么能够抵过，怎么能够去抵挡、战胜那一位智慧的源头，也就是上帝呢？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也发现耶稣提到了智慧人，比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 耶稣说：“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耶稣当时也透过这一段话，提到那真正从上帝而来的先知跟智慧人，是被一些百姓所排斥、所鄙夷的。 我们再回到谈有关于智慧文学，为什么会有智慧文学的产生呢？我们可以来看《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的经文，做一个进一步的了解。《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从一个木者所赐的。” 刺棍是游牧社会最常用来驱赶牲口的工具哈、啊。当这个牛只或其他的牲畜懒惰的时候啊，他们会用一个长长的刺棍来刺这个牲畜哈、啊，刺激它往前行动。那智慧文学当中的字字珠玑，很多时候也像刺棍一样，在鞭策提醒我们往前迈进啊。 所以，智慧文学当中的一些智慧格言不一定是我们听起来都顺耳的，但是那些话绝对对我们往前迈进是有帮助的。积极面对人生当中不同的挑战，我们需要透过上帝的话来鼓舞、激励我们，来训回我们，帮助我们知道如何面对这些挑战，而不是来逃避。那么，“丁稳”的“丁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 这个钉子如果没有钉稳，那你挂东西一挂，马上那些东西就掉下来了。所以钉稳的钉子是可以让人把东西牢牢的挂在上面，不用担心它会突然垮下来。呃，那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一个坚固用品。钉子虽小，钉稳了，你却可以挂上一些比较沉重的东西。那圣经当中的箴言，让我们感受到像是钉稳的钉子一样。 踏踏实实，非常牢靠。也就是我们将这些话语当做食物吃了，在生活当中学习应用出来，你会发现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让你的生命更有定向，让你感觉在人生道路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每一步走得更加踏实。在智慧文学当中，特别是在箴言里头。 并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啊，跟一些很深奥的人生哲理，它有的只是反映出我们普遍人类的生存经验，呃，所以你读箴言，说实在，不是基督徒的也可以介绍他来读箴言，而且他们读箴言应该不会读得很吃力。你从箴言当中看不到有关于一些复杂的以色列历史特殊的背景。 呃，你在真言当中也看不到其他旧约圣经会强调的一些神学，包括出埃及里面的救赎历史、西乃之约跟上帝选民的观念、啊，哈，呃，所以真言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平易近人的一卷书。简单来说，真言它不具有强烈的以色列史的色彩，所以即使不懂以色列史的外邦人。 他们都可以在这个箴言里面洞悉百样生态的一个智慧的观察当中，从里面的话语得到宝贵的提醒。呃，所以箴言其实是旧约圣经的经卷里面比较跨文化的一卷。那我们发现，在读箴言的时候，因为它的语句非常的短，很容易背起来，容易朗朗上口啊。所以老师知道有一些基督徒。 呃，在跟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在分享圣经的时候，会特别喜欢把箴言的话写下来，像是一句激励人的格言一样跟别人分享哈、啊。因为里头的经里头的经文其实是很容易触动慕道友的心，让他们觉得嗯非常有道理啊。那关于这些经文，我们以后都会细细的做进一步的介绍。 呃，刚刚老师是花了一点时间跟各位稍微谈一下有关于智慧文学的发展跟特色。我们接下来要进到一个主题，就是好好的介绍关于《箴言》这一卷书。在《箴言》当中，曾经有三处的经文清楚的提到所罗门的箴言，也就是在《箴言》第一章第一节。 十章一节，二十五章第一节，在那里都提到真言是所罗门王的真言，所以所罗门王可能是主要的作者，因此把真言称之为所罗门的宝藏，应该是不为过的。在列王记上三章九到十二节啊，曾经记载所罗门王他继承王位的时候、啊、因为他有一个太优秀、太杰出的老爸。 那就是大卫王，所以所罗门恐惧战兢的接下王位，他当时就跟上帝求智慧来治理国家哈、啊。呃，耶和华上帝应允他所求，而且非常的喜悦，因为所罗门来到上帝面前，既不求金银宝石，也不求美女如云啊，他只跟上帝说：“我希望得智慧来治理这个我爸爸打下来的江山。” 在那个过程当中，耶和华上帝因为悦纳所罗门所求的，便将丰富的智慧赐给他。但是，因着他享有智慧，其他的祝福就连带而来哈。结果，所罗门成为当时近东地区一个国家非常富庶、繁荣的一个国度。在他的统治底下，圣经也特别介绍，当时近东的列王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相比。 《列王记上四章三十到三十四节就特别提到，所罗门的智慧是超过东方人埃及，呃，东方人跟埃及人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列国，许多人都慕名来听他的智慧话。他做了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可见所罗门的智慧话包括真言在内。除了所罗门的真言之外 真言二十二章十七节跟二十四章二十三节也曾经提到所谓的智慧人，呃，可见所罗门当时也引述其他被上帝兴起的智慧人他们所说的话来作为一个教导。因此，有一些真言可能是所罗门在位期间开始陆续的集结，不只是所罗门所说的真言，也包括智慧人所讲的。 箴言不仅是成为所罗门当时治国时期可以让他立足国际的一个雄厚的资产，也成为我们后代的人可以从圣经当中得着的智慧资产。另外呢，你从箴言二十五章一节看到，有一些箴言是由大王西西家年间开始誊录的。 呃，犹大王西西加年间，差不多公元前八世纪末、七世纪初左右啊，可见真言的内容不是在短期内就很快的搜集完毕，它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跟会诊。呃，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真言当中还多出了两位非常陌生的作者来得知，比如说真言三十章的作者，啊、呃，有一位这个上面署名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 第三十一章的作者则是所谓的利利穆伊勒王很明显，这两个人哦啊、呃，并不是所谓的以色列人啊。那关于他们是谁，我们到时候呃，在讲到箴言三十章跟三十一章的时候，会做更细的介绍哈。那为什么会把两位呃可能是外邦人所讲的箴言列进来呢？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两章的箴言像是整卷箴言最后的附录。 之所以搜集这两章，是表现出智慧的积聚性，是透过世人在日光之下一切生活的体验，智慧来集结，所以本身具有普世性的性质。 呃，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哈、啊，不管这两个人，他们到底是不是外邦人哈、啊？即或他们是外邦人。你从箴言三十一章也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这一位利木伊勒王是一个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所以箴言三十一章有特别提到敬畏耶和华上帝。而雅古尔也好，利木伊勒王也好，他们的教导其实跟箴言一到二十九章是没有冲突的。 最后，我们有一点时间，再来谈真言的成书日期。关于真言成书日期，一般可分两种说法。首先，真言应该是所罗门王时期收集，直到被鲁归回,回的时候编辑成书。所罗门统治时期正值埃及中王国时代的第二十一王朝，当时的法老王把女儿嫁给所罗门。 因着联姻，使埃及文学的影响力也开始进入了以色列。当然，另外有一个说法啊、哦，他们是认为箴言可能就是从所罗门时期形成的，然后在南国犹大西西家王时期，由朝臣文士进一步的搜集。呃，在第二圣殿时期，也就是贝鲁归回,回的时候，慢慢成为当时已经被波斯帝国统治的以色列啊，他们在。 呃，被波斯帝国授予可以享有一些自治权的范围当中，透过一些文官协助来编纂历世历代留下的这些宝贵的智慧箴言，协助当时的一些人来做这个治理以及教化以色列民的工作。呃，与中东智慧文学非常与众不同的是，是你从箴言。 也就是圣经当中当中的箴言当中看到啊，呃，箴言他写作的对象，并不是只是针对所谓的王公贵族，其实也包括普罗大众。这更让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智慧的源头是乐云将丰盛的智慧来赐给他的百姓。所以，智慧绝对不是那些有钱人、特殊阶级的人、王公贵族所能享有的特权。 最后，老师在这一门课当中要做一个结语。老师想用呃，在上个世纪呃，在这个中国近代教会当中非常知名的一位牧者王明道牧师的话来做一个今天课程的结论。王明道牧师曾写了一本书叫《信徒处世常识》，他在序中提到：世上的人因为没有信心的眼睛，所以看不到上帝，看不到那位复活得胜的主。 也看不见在圣徒里面属天的生命，他们所看见的只有我们的行为，因此他们要凭基督徒的行为来断定你们基督徒信的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们要断定基督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来救人，断定福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真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因为大多数称为基督徒的人，有时候生活却是卑鄙的，品性是污浊的，以至于上帝的名被这些基督徒玷污了，使得神的名受许多人的亵渎，基督的福音遭到许多人轻看。那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啊！所以王明道的话也在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好好的读真言，懂得待人处事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教会里头，信徒敬虔固然有余，智慧却是不足；爱主的心智热情，处事的常识却缺乏。有时我们冒用上帝之名，却做了一些伤害人的事。所以基督徒不能只是一天到晚挂在嘴巴说“我爱上帝”。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神赐下箴言，那也是上帝在教导我们要学习懂得爱人。 懂得知道如何待人处事，深愿透过接下来我们一连串谈有关于箴言的内容以及课程，能帮助每位观众朋友进到一个享受丰盛智慧的旅程当中，使我们更多的敬畏神，懂得如何待人处事。愿上帝来祝福每一位。